我光头强现在不砍树了，现在呀接送小朋友上学。奥特曼，你到家了，谢谢你。妈妈，我放学啦。大头，你的家到了，谢谢光头强。妈妈，我放学回来啦。乔治，你到家喽，谢谢光头强。爸爸，我回来啦。熊二，熊二，别睡了，熊二。熊二，醒一醒。啊，干啥？吃东西啊？吃什么东西？你到家了啊？哦，那我还以为吃东西呢。到家了，光头强，再见啊。熊大，俺回来了，有没有好吃的呀？这熊二一天就知道吃。哎呦，下班喽，我也回家喽。哎呀，这块有一个河，咱们怎么过去呀？是啊，怎么才能过去呢？小朋友们不用着急，我给你们架一个桥。好了，都可以一个一个过来，我先过。啊哈，谢谢小丽，我第二个过。谢谢小丽，我第三个过。哎呦呦，哎呦，我掉水里了。没事儿，我用铲子呀给你捞上来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来，乔治给你个糖，谢谢奥特曼。来，阿奇给你个糖，谢谢你奥特曼。小奥特曼，你在这干什么呢？哦，我在等小朋友来玩啊，这怎么没有小朋友来呢？对了，爸爸给你买的糖呢？都叫我吃没了，爸爸。你吃的可真快，爸爸再给你买两个去。哈哈，再买两个我还分给小朋友们。打发打发 up， 姐姐。走，僵尸来了！妈妈，过不去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啊，来，妈妈看看，这桥怎么还断了？这可怎么办？哦，有了，来，我从妈妈身上过去。啊，妈妈，我怕，不敢点，那好吧。哦，我过来了，妈妈。哈哈，看你们这回往哪儿跑？妈妈，妈妈，你快上来！妈妈永远爱你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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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这咋还掉下去了？算你们走运。谁来救救我的妈妈？谁来救救我的妈妈？妈妈，你快上来！好孩子，你的妈妈回来了，快别哭了，一哭就不好看了。妈妈，妈妈，我爱你。我可以回到海里喽。爸爸，这只鸟在干什么呢？儿子，他在理发。爸爸，小鸟理发，我也要理发。你理什么头发？你只有三根头发，怎么理？等长出头发再理发。这是我的帽子，这是我的锅，这是我的帽，这是我的锅。快看，这是我的帽子，这是我的锅，这是妈妈的雪糕，这是我的雪糕，这是爸爸的雪糕。哈哈哈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启动。哎呀，讨厌，你干什么？你怎么不谢谢我？你打我还让我谢谢你，我生气了。你不谢谢我还生气，那我走了，你别后悔哦。